比较积极的、主动的给张恒来释放了我希望有多接触的这种信号，你怎么分析这个行为？我不太赞同这种事，不太赞同。对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他明明在这儿呢，然后还要这么做。当着凯凯的面儿释放的信号过于积极主动，是这意思不？对对对。他不在这儿，那跟那么做的话就更不好呀，像是背着他干啥？我不是说他背不背着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为啥没有必要？他俩又没有盖章。是没有盖章。好吧，我的思维太单一了，怪我了。几期了？该打开了吧？该都打开了，打开了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不是太多虑了？其实可能在花花的视角来看，他并没有觉得他在向，这是我的意思。对，在向那个谁示张好。恒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是站在凯凯的角度去看花花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多虑了。我的想法是，既然是没盖章呢，我能多接触一些，多接触一些总。我不是觉得他接触了。不，我就说释放信号这个事。我不觉得是释放信号，我觉得凯凯想多了。行，我和秦霄贤一样浅薄了啊。哎呀呀呀呀！快来快来，快先吃点吧。吃要吃，等一下。思友好细心，什么话不说？把事儿全做了。把事儿都。你搞点不太辣的，想吃你自己加点。今天菜都稍微有点辣。那个小梁，你把那个拨一拨，把这个放中间再烤几成。哦，你说那个什么是吧？我来。他俩现在换了，CEO 现在变成了之前的俊良，以前这么主动的就是俊良嘛，对吧？想吃蛋糕，拿出来。哎，这个蛋糕好吃。啊，我吃过这个。谁吃？一小块吧。吃一小块吧。来，给他吧。是你先吃吧，你先吧。先吃。煮一下，然后。来，谢谢。来。哎，不好叫俏梁啊，俊俊梁。这会儿敏感期，可不能叫错名字啊。来一块吧，来。给你两块，刚那块有点小。没事 ，Thank you。咱明天去滑雪，早上8点出发，可以吗？明天滑雪啊？啊，明天去滑雪。那就在座的都去呗。那贝贝你去吗？应该可以吧。那就全员去吧。全员去。我看一下公司。没事，我到时候让他给你找一个办公室配办公位置。谢谢老板。那就定好了，8点咱们准时出发。可以。耶。我跟你说，张恒，我现在就可以断言，接下来张恒横扫一切。所以给安排第5个来的嘛。啊！大泥鳅放在最后。大泥鳅。什么是大泥鳅啊？鲶鱼吗？鲶鱼。大泥鳅。秦霄贤。你们两个结婚吧，好吗？怎么了？你这又他这笑的那声都已经嘎嘎了。
没事带着他玩会儿，他没朋友。让我有时间吗？我这谁？玲玲吗？玲玲，找你聊一下呗。好、啊。玲玲约的张恒。哎，啊，是张恒啊，我以为是小顽皮。不是张恒。月亮约会，每位女生拥有一次约会的机会，约会的时候是公开提出来。嗨 ，Hello， 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嗯。你冷不冷？我给你拿毯子了。嗯，给你送个礼物。哇，谢谢。给。谢谢。哦，他是因为看了他的碎片吧？哦，看了。这个是月亮约会的邀请函。这是你写的字吗？嗯，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是就是入住小屋，刚进来的时候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嘛。我喜欢多肉植物的，好看，挺喜欢的。挺讶异的吧？对啊，也没怎么跟我说话。嗯，因为你昨天才到小屋来嘛。对，我昨天才到。嗯，我就想这个就跟你聊，想跟你聊一下。那我很荣幸。我看你昨天给我写信了。你咋看到的？因为我们不是收七封信就可以打开。你昨天收了七封信啊？啊，那么巧，我以为你看不到呢。我一打开，我说嗯。我给你写信的原因就跟信里说的一样，我昨天就是对你印象最深。我昨天好像没怎么说话，我感觉我说了，我因为我猜你那个职业是吗？嗯，我说你是主持人，我还挺惊讶的。嗯，因为你爱吃辣嘛，我也很爱吃，所以我觉得。再加上我的第一眼的印象，就想投给你了。谢谢谢谢。我昨天最开始进到小屋，我看到你的那个画的那个图，我就听了一下语音，我说这是一个播音主持的学生。你觉得我的声音像播音主持学生？就你自己那个有点像，就那个录的那一段话。那你就夸我了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那个声音很难听。还挺好听的，就很像学生。我要打一个电话，公司出事了。完了，别！屋漏偏逢连阴雨。哎呦，他还要去月亮屋打电话吗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预料着我昨天应该没有来这。差不多，不用猜了，猜的可以说是比较准。哎 ，no， 不要看到。对，这出来还看见了，听到了，也看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搞什么鬼？哎呀，这一天天。CU 啊！哎，干啥？咋的了？我看有人月亮约会。现在？对。现在正在约呢。嗯。张恒和谁不知道？有人约了张恒。新来的女生。不是，我没看清。他自己都没敢看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想承认吧？好像是玲玲。啊？我听声音很像啊。我不知道啊。月亮约会，大哥在这边。贝贝在。
贝贝在，贝贝在。哎呀，卑微了，有点 CEO。你能看出来吗？哎呦我天呀！是啊，白衣服，你看谁不有人穿白衣服吗？没人穿白衣服呀。这有点像那个大学恋爱，对，大学恋。我穿个鞋。我不去问了，我去问了，尴尬的要死。我陪你看看去。我本来就够尴尬的。